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视频。近日，甄子丹在微博上晒出了自己女儿甄姬如拍摄的时尚大片，并感慨：“小宝贝，你长大了。”照片中的甄姬如超有镜头感，非常上镜，还完美遗传了模特妈妈的大长腿。微博发出后，网友纷纷跑到甄子丹的评论下高喊“岳父”。不过，有网友觉得这组照片太成熟了，看着完全不像15岁的女孩。但甄子丹的女儿毕竟是在美国长大的，又加上为拍大片化了妆，所以看起来稍微成熟了些。私底下和爸爸妈妈的合照，甄姬如依然是个清纯的女孩，两个可爱的麻花辫看起来相当可爱。甄姬如遗传了妈妈的颜值不说，还遗传了妈妈的大长腿。据说15岁的甄姬如腿已经有1.1米长了。甄姬如多才多艺，拉丁舞跳得很棒，经常参加比赛，还会在慈善晚会上献唱、表演钢琴等等。在爸爸甄子丹的眼里，女儿就是一个巨星，女儿的每一次表演她都会第一时间分享，是一个十足的迷爸。视频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啦，感谢你的收看，再见。